哦，妈嘞呀，这3000啊，几百？你礼貌吗？这缅甸人是真敬业啊！下班了，4点多就下班了。那我们刚好在门口啊，看到有一家应该也是缅甸人开的一个小档口啊，我们进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料啊。我朋友缅甸刚过来的嘛，这些，有没有手电？能不能手电借一个，看一下，便不便宜？不便宜啊！哦妈嘞，为什么不便宜？你要说便宜，我们才买的。便宜啊！对了嘛，有没有好的？有没有好料？什么料啊？好一点点的，这些都比较普通啊。这个红的多少钱？看看。不闹嘞。这3000。哦妈嘞呀，这3000啊，几百？你礼貌吗？你开多少？我看多少，不说了，开个张。我真买的，真买的，100。我都不说50了。这个开进去就肯定都没了，买回去玩的。不玩的，为了玩那里。哦妈嘞，这还不行啊？你要卖多少？最近斤斤不闹嘞。800吗？哦，看不到啊，这个皮明显是刷的哦，但感觉有肿。这个呢，朋友？这个2000。你说我再说几百，他会不会骂我？应该不会。应该不会。这个几百可以吗？不说了。不说了，一口价200。不要分掉了。两个多少？两个打包多少？两个火柱不一样，一个盘。意思你们是中介是吧？哦，这个100块可以了呀，这个没什么肉，这个就一层皮，里面肯定干干的，不可能有货，这是白白的，就一层黄物，看多少？这种中那个我都看不到，100你都看不到，完了，这个200了，可以。Later， 加一点，最低多少？最低1000。哦妈嘞呀，最低1000看不到啊，300，不说了，不行，400了，400不行，给你800。哦妈嘞，800看不到嘞，底下没东西了，肉挺细的哈。最后加一口得了，500，看看能不能卖，不卖走了吧。我问一下，缅甸人挺会拉价的啊。这个100一起卖了吗？这个卖不了，300放下。300看不到嘞。朋友有没有好料推荐一下？好一点的种水料。哦，这个多少？这个3000。哦妈嘞，这个要3000，还是看50块钱？我种还可以哈，但也洗过皮的呀。这个要不要给？100。朋友，100吧，不要听错了。滴滴摸摸的买着玩的，你不要什么都不行吗？搞一个，搞不搞？卖不了吧那个。哦妈的，那500的卖不卖？500的也不卖。最低要800。都不卖啊，3个一个都不卖。卖不了啊，可以卖。完了，又要空军了啊！想花钱都花不出去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看来这个石头涨价也涨不少啊，抱着捡死鱼的态度来买，估计是买不到。我们明天再来，明天再涨，好吧？下期再见，拜拜。